世界上有多少种颜色？何时起你开始了解自己？如何能永远保持好奇？我们认识这世界，从游戏开始。我们发现脑洞与脑洞背后的故事。我们棋逢对手，我们成为朋友，我们燃着热血，也学着成长。我们发现方寸之间跨越千年，惊叹一笔一画里永不消逝的美。我们发现过去，守护现在，也看到未来。 Hello, I'm Simon and I'm a digital human. 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，世界将拥有更多可能。游戏是认知的视角，是发现的起点，是创造的灵感。当你学会游戏，你会发现尝试的乐趣，惊叹思考的力量，开启看待事物的全新方式。你会发现世界有无限可能。 Spark More， 去发现无限可能。